我们公司就在内湖客服部门什么路？行善路，随时大家都可以过去，永远都找得到。还有吴宗宪人就在这里，我要跑去哪里？我今天的情绪是比较激动的，只要好像牵扯到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，然后一定都会被攻击。为什么要有许律师来到我们现场？我再也受不了。我们所有的业务员去查，哎，这几个人到底是谁？他们是我们卖的产品给他们，然后他为什么要戴着面罩出来？如果我们赚了一分一毫不公不义的钱的话，你找我吴宗宪，我人就在这边，好吗？但是你不能隐姓埋名说，哎呀，他们这个机器啊怎么太贵？还有一点呢，我心里面按耐不住，很想讲的。他们说海豚吸尘器好贵哦，哇，怎么一台这么媒体上面胡说八道写，哇，怎么多贵多贵？各位，整台机器德国制造，我们是缴税回来的。包括一个包装袋什么全部都是德国，为什么 quality 的保证嘛？你为什么要买那个宾士的原装车？原因就是如此啊！我要警告我们的competitor 也卖吸尘器的，他们会去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个商业攻防攻击的一个东西。我在这里郑重告诉你，你们在做这样的东西，我一定追查到底。竞争的厂商，你们去弄了一个海豚吸尘器退货自救联盟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？我们当然知道。我之所以那么语重心长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已经把他们彻底的打趴了，还有法院里面的诉讼什么，你们怎么会这样锲而不舍呢？对不对？然后我还要告诉你们啊，这个阿牌的，你20年的业绩，我3个月都超过你了，不如你就一起过来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关更美好嘛。好好，因为做生意也好，做人也好，那要不然我请正当的人啊，我放任那么多人出来那里乱咬，那恶整，没有法律啦。我这一次是，但实在太忙，但是也是有空。就让律师一定好好的，我来抓你啦，一定把你找到。那我们一空让律师去处理就好，好吧？哎，法律啊，法律。那做生意大家各做各的，都是无所谓。包括我们这个阿牌，跟我们有点 competitor， 我们也呼吁你们不要这个样子去攻击人家，然后去做假新闻或什么，这样不 OK。我们不得已才会有这个诉讼，因为以战止战，这个是我不得已的角度。如果不法院告你的话，你会停止吗？受害人逾百人呢，明知道是假新闻，为什么标题弄得那么重啊？然后我们律师也找来，那有疑问的就来那个，怎么样去改良，把它做得更好，花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心血，就跟铁达尼，他花了2亿美金拍的，2亿多美金去拍出来的一部泰坦尼克。你却只用280块买一张台币的门票就看了它，一样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唯一的利润呢、啊，现在相信我，我做了蓝牙喇叭嘛，它真的是有人比我更好，我们就虚心接受，好好再去学习。有看过我的行李箱吗？那么漂亮，我的肩热按摩器会骗人吗？我的兴趣在这里，然后我的善良在这里，真心真意说一声。谢谢你，豆虾，谢谢你，欢迎你。你那么锲而不舍，哇，当你男朋友一定很累。没有这个，好好加油，因为这个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嘛，谁执政，我们就支持谁。